啊，算了，就直接你吧。要处境吗？闭关，好像还好，一直撵过去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只好找到这个关卡的泄愤。但是会不会等一下我被他泄啊？不是他泄，不是我泄，他是他泄。你看我们观众就这么优秀，很突然来百姓这边看台，他就冠军就过了。就是说，观众恭喜你又通关了，非常好。如果被这个泄的话，就明年再来。啊，被什么泄？被缺氧武功泄的话，就明年再来啊。你一定要这样打击我的士气吗？啊啊！你又不会啊？是不是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没有啊，是娱乐节目而已。什么娱乐节目？你讲干了？你知道我压力一样，本来还好，跟你讲我压力很大。娱乐节目狙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相信百姓。对，这样讲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它通关，好不好？手消水有没有进光啊？对啊。三组盾，所以我们就拿这关做实验了。马上就缺猪哦！你妈，妈在家里干什么啊？你妈在家里做什么？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缺猪？为什么缺猪？告诉各位，控天将就是控希腊，控希腊就得天下。OK。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希腊，就是你会控制的厉害。但是我很难控制到那种两栖变四栖的画面，基本上这个很难。可是还是发生了。哦，这个厉害了。大家不要讲的好像很平凡，两栖变四栖基本上是非常稀有，就跟宝玉类动物一样稀，好吧？宝玉类，缺木，有没有发现我怎么玩就怎么缺？缺暗无光，所以最好等一下你不要给我光干干出现哦。照你所说的缺暗无光。总结来说，要控运气哦。这控运气就是控天将的一个意思。不是啊，虚幻轮回大家都习惯断，那你这边也给我断，就有人就蛮怪，所以不要在这边断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断会蛮奇怪的。2468，好，是我两星啊。哦，左边算中切了，不过没关系，14 combo。哦，给他中切一下，好不好？让他舒服一下。是切哦，不是什么进出出的那个，是中切哦，不要念错，好吧，各位。用那个形容词我不太知道什么意思，所以不要问。不断就不是 MH 没有啦，这是对啊，运气不好。现在队伍打这关超好打的，就比较好打的，说实在话，就偏偏一下，偏偏一个人命的命鸟，好吧。十二关哦，技能封锁24啊！靠，给我封那两只，你真有种啊！嗯，我们是可以叠一下印记的，好不好？
攻击蜘蛛。什么蜘蛛？我满栽，我就想弄蜘蛛。两系变十七哦，来，靠腰失误。啊，失误也把他送走，基本上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是血量啊，只是几万而已。哦，这样也好，保证我们的牌面基本上是属于漂亮，光化三千。这个到时候关卡资讯我会再改一下，因为风化三千乙哦，这是乙，这不是风化三，因为看起来怪怪的。哦，两期变十七秒，台主的工会有在收人吗？你可能没有在看 G8 Game 的网页啊，基本上用这句话是想要吐槽。G8 Game 首页不是很大的写工会，升级要真人的吗？有麻烦你去填一下表。如果要加入，麻烦去填一下表单。对对对，就 G8 Game 首页，基本上这边就有了。当然我们升级才会真人啊，对，啊这是。也还是增五个，其实可以增更多，但是基本上我一次不想要太多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属于精兵，好吧，精兵，好吧，精英。重质不重量。对，重质不重量。好的，一个两个就 OK 了，不好的来100个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但我没有说各位好或不好了，我是这样一个形容词而已。哇，至于额度为什么我说可以超过五个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有些没有达标还是什么会被踢掉。我们工会是没有女宠的，所以对，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来的。为什么会有缺额？因为有的人会被踢掉啊，当然有的人是因为功课课业哦，这个我们 G8 Game来讲就是课业为重，对，课业为重，游戏随时可以玩。那、啊、你联考可能今年没考过，明年就再来。游戏不用明年再来，明天就不再来了，好吧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突袭啊！他们都怕了，锁薪水20%掉，好样的啊！锁薪水的，麻烦给你锁薪水。我们看看你的薪水多还是我的薪水多。好样的，再来，漂亮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干错一件事哦，我没有注意看到珠子的根部，我直接把它按下去，九颗我就按下去了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哦。收了，决定自己要去承担了，明白吗？嗯，右边那颗水珠怎么回事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20%掉，不掉没关系啊、哦。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颗，怎么多一颗啊？多一颗哦，不知道怎么做。漂亮，密麻麻的漂亮。10颗，
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想看《灵面之影》，我就是有一股冲动要看它。嗯，这个冲动果然不错。果然冲动是正确的，不然我就要 GG 了。因为刚刚我看了一下，太多杂物混在一起，大一点其他部分改了，了解。1、2、3、5颗，好，是我两星哦，看起来是一副会死的样子，不用担心，中切嘛，我栽嘛，栽。密麻麻的中切，早就给你切开了。操！对不起，今天脏话站在这里。哦，漂亮！整板把它弄掉。再见吧。谢谢。没看到有人把整板弄掉，没关系，我是第一个。留一只，怎么留？你去问那个吴宗宪啊，看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啊。基本上一只属性相克，一只属性没被克哦，威力不要太大，基本上可以留一只啊。好了，不要再掉了，不要再掉了，我要留一只听我，中文听我，反省，谢谢，谢谢，会不会炸？不会，浪费一个丢啊，会不会炸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笑一下啊，舒服啊，来吧，舒服，断心，没有那个断心的，没有那个断心的。这边因为我们刚刚的算是小小的失误，所以我们要找机会把你的那个 CD 洗回来。CD 不是叫你干掉他，你干掉他下一关两秒转是顽皮啊！哈，两秒转就把他干掉，顽皮，顽皮呀！两回合。你要转注意哦，老弟。技术性取胜哦。吃我的两星啊！真的蛮可怜，九星而已。舒服啊。像我们康博大的过来，还有谁办法同时登录我们账号吗？你查一下 Google 应该就可以，他告诉你可不可以？我相信应该有解答。不是减伤哦，98回合哈、哦。了解，98回合，我在，我在那边讲。先开这个印记好不好？再开一下这个好不好？我们来个两星变十星好不好？他们都把它切了出来，请记得光暗把它弄掉。
漂亮哦。水火木哦，手消进攻案哦。灵炼之印强，太快，无所谓。应该是不会老马了，我想应该是不会。龙哥，瞧一个不错的角度吧。哦，这角度实在漂亮。为什么？就算干不掉他，他捏捏我要两波。来吧，再来一次哦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。不行，一定要消杂毒哎！没办法做三切。我看没办法做两切哦。我感觉要削整板哎，不然我削杂猪又要切三切。不要装火木五颗，一定可以跳一下，但是。会跳这一颗跟这一颗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一颗，好不好？你妈的，跳这种极歪的位置，都你好意思跳？好吧，应该也没有别的局了，我觉得。全切吧，加一点叠珠，好不好？这个赌天将对于西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。他终于恢复正常了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O！ 好了，终于对没有丢脸了，好了，我的水西亚终于又过了。好，基本上其实用希腊蛮好过的，我建议各位用希腊对了，好不好？那轮回我们明天再来玩好了，玩这样玩应该大家不用睡，一点半差不多了，一点半差不多了。巨人的话，我关卡应该是不是很难的，等一下要帮各位更新一下那个，因为今天通常巨人就是撑三维啦，你说它用处，我就觉得就是撑三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那今天释放到这边，哦，可以让大家早点休息，哦，明天可以正常上班上课，好吧 ？OK， 哦，北欧应该 OK， 精神应该好的，对了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他送的东西，应该是人面鸟，应该没记错，我们 Elvis 帮我们查了，人面鸟，哦，对啊，对，好，给各位看一下这样，哦，好，今天释放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好吧？到现在还有300多人，我都不晓得你们都不用睡觉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啊，不是300多人，34600人。我们优秀的观众，拜拜。拜。哎，要不是一波刚怕太久了。拜拜。